也许在你心里是一个再幼稚不过的小女孩，所以以后换我养你。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童年的天真和快乐。Happy Mother's Day， 我最辛苦的 Mother， I love you。宝贝，过来。虽然卡片我不太懂，但是妈妈 love you。快点了，你不在镜头里了。小 S 二女儿跟随妈妈脚步，渐渐踏入演艺圈，多次登上时尚杂志，出席公开活动。14日是逢母亲节，她也送上卡片，祝妈妈母亲节快乐。是我的二女儿莉莉写给我的卡片。Happy Mother's Day。Oh my God！ So you have to start this page first.This page? No, this page. Dear Mom, love you so much. Happy Mother's Day. Time flies by too fast. 每过完一个 Mother's Day, 就少了一次 Mother's Day. 却多了一个念念不忘的回忆。有时在夜阑人静的夜里，我想 ,Are you asleep? Right.还是在追剧。嗨，本梅，你在这？有时一大清早的早晨，我想 ，Are you awake？ 还是已经在工作的路上了？虽然我是一个常惹你生气的女儿。No， you're not。是啊，哇，是本人。但我。时常很想让您知道辛苦了，不只限于今天 Mother's Day 才说的是辛苦，是一天天累积下来的辛苦，在家里最辛苦的就是您了。 You're my mom, dad's wife, someone's best friend and International superstar， 永不休息的角色工作，有时候大人的感情常被忽略，少一个字哦，常被忽略，只因为长大了。不过我知道大人曾经是个孩子，也许在你心里是一个再幼稚不过的小女孩，所以以后换我养你。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童年的天真和快乐。Happy Mother's Day， 我最辛苦的 Mother， I love you from either eternity， eternity Lily， oh my gosh， 天塌下来都有我帮你挡着，如果力气太小，就用。您的美貌，你给我的美貌挡。宝贝，过来。虽然卡片我不太懂，但是妈妈 love you。快点了，快点要 perfect ending。Yeah， 快点了，刚刚老师不是才跟你说温柔一点，人生才会越来越顺利。Oh my god， what are you doing？你不在镜头里了。妈妈爱你，我的什么？妈妈爱你们啊！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Happy Mother's Day。Yeah。当妈妈就是这样子。祝美女快乐。会生气，会抓狂，但是像这样的时刻，你就觉得啊，塞爱，其他的都不重要了。原子少年，原子少年，天哪！我爱出去，没有那么激动啊！水星的虚红道，水星虚红道，还有水星的虚红道，天哪！Stop it! Stop it!
女儿 pick 原子，徐宏道陈廷侯，小 S 借恋爱家规，医疗性教育。How do you feel today?I feel pretty great, but a little bit nervous. Still nervous right now? Yes, my hands are shaking. How do you think my mom... Yeah, you're my mom. Your mom today. Beautiful?I think you're really beautiful today. 小 S 二女儿莉莉因为六的下家教，又是极简女神来着。八月十九号，合体妈妈出席美妆品牌发表会，完全是出道的节奏啊！姐姐会不会太担心啊？因为她实在是太漂亮了，风浪会被盖过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是觉得她比我漂亮很多是不是？有想要当台湾的女星，那链接会不会很辛苦啊？因为很辛酸，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不会是想泡我女儿吧？不是很多人都说她比较像大 S， 大女儿什么个性十足，都是像大 S， 就是好像没什么东西像我，只有说徐老三，自己觉得嘞，比较像妈妈，不像。在有些角度像妈妈，有些角度像大 S。你明明那天就很骄傲，拿一张照片说。妈妈，你看他们都说我这张照片很像姨妈哎，然后我说 so， 你又不是姨妈生的。因为现在女儿越来越漂亮了，然后应该会有很多追求者，你有没有想说要帮她筛选？全家人都觉得大概十八在挑啦的，而且因为她会说，妈妈，你觉得这个男生可爱吗？我觉得就还不错啊，但不是我的类型，因为她喜欢的都是比较那种小奶狗的类型。那 S 姐心中的男神是谁？孙喜九。我以为是你老公哎。你干嘛给我设陷阱啊？你到底是哪一家？一家人。我幻想的是他十八岁就是有喜欢的男生，然后牵牵手，然后对，亲个小嘴，但是不要到太黑的那种。有聊过健康教育了吗？有，因为我觉得他是男生会喜欢的漂亮女生，然后男生请的饮料切记都不能喝。你那天不是有跟我讲了什么上瘾？就是在。原子少年，天哪！我爱出去，没有那么激动了。水星的徐宏道，水星的徐宏道，天哪 ！S 认识吗 ？S， 我知道原子少年的制作人是战战的兄弟，那你要跟战哥讲吗？会，我不想跟他讲，因为他会太嚣张。没想到我有一件事。粉丝在一起，啦啦啦啦啦，巴啦啦啦啦，然后沙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啦。OK，stop it。奶刀子有点漂亮怎么办？我是不是有一点就是性感？哎，真的，你两个还是好看的哎，青春少女。你绑起来的时候会有两个，然后你放下也有，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刘海。要的时候它可以在，不要的时候可以把它分开。OK， 今天很厉害的刘海，要的时候它可以在，不要的时候可以把它分开。OK， 今天奶刀子有点漂亮怎么办？我是不是有一点就是性感？哎，真的，你俩刘海是好看的哎，青春少女。你绑起来的时候会有两个，然后你放下也有，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刘海，要的时候它可以在，不要的时候可以把它分开。OK。